谢谢主持人。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完整的致辞稿，其实我一个月前就开始拟稿了。首先我想说说我跟佛光山的姻缘。12年前，我和我的姐姐雪莹一起参加了佛光山的救援队，后来我加入了佛光青年，之后再也去了台湾中本山参加禅学营和禅期，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禅悦为实的快乐，什么叫做静下心来更加的平静。之后呢，我也到了中国宜兴大觉寺去参加义工之旅、亚洲联谊，还有星云大师的壁画。然后在去年，我和我的妹妹雪晶参加了全球人间姻缘争取比赛。再来就是今天大家所出席的这个画展，这是我人生中第二个个人画展。我很感谢佛光山这10多年来的栽培，还有提供我去学习和成长的种种机会。感谢有行法师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画画。感谢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让我看到人间佛教的精神，原来佛教也可以这么的好玩、多姿多彩、年轻化，把艺术融入在生活中，非常感恩。从2017年开始，我每一年都会给自己时间去参加密集禅修，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在9天的时间里放下手机，过午不食，整个人静下心来，没有外界的干扰。我觉得不只是给自己一个身体的放松，像我们的车每一年也要做 maintenance 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也给自己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去修理一下自己的心跟身体啊。那我觉得是一个心灵的一个沉淀，给自己一个机会去遇见心中的佛性。星云大师说我是佛，以前我不明白这三个字我是佛，但是在禅修中，当我体验到放下过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担忧，真真切切的活在当下的那种平静快乐，我就明白了。其实我有很多的作品的灵感来源都是来自于禅修中的心得体会，因为当我放慢脚步，很多压抑了很久的情绪会升起，当然有禅师在旁边提醒我说要如实的去面对这些感受和情绪，看着他们来来去去，更重要的是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到底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自己，包括自己的一些阴暗面。比如有一个白开，有杯白开水，它里面有一些杂质，在生活中，也就是我们忙碌的生活中，我们一直在摇晃它，我们看不清楚那个水中的杂质，但是当我们停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说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和自己和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也是我这次的画展最想要表达的，就是学会爱自己，剖开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不伪装，不戴面具去欺骗自己，诚实的面对当下的自己。那我自己在创作方面呢，其实还是一名初学者，还在揣摩和学习当中，也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我还是抱着开放的心态继续去探索，提醒自己要虚心受教，不断改进，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指教。那有一些抽象话可能大家看不懂，那我觉得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诠释，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都有不同的领悟，也希望可以引发大家去思考以及跟自己生活做连接。那在待会的导览的环节，我会跟大家分享3幅作品。那至于其他的作品，你们可以 scan 旁边的 QR code 来看这个作品的创作理念。那到底什么是肌理画呢？肌理画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立体画 3D texture painting， 然后是用这个肌理纹路的质感来打造出这个半浮雕的感觉。 OK，主要是想要让大家不只是有这个视觉上的体验，还可以有这个触觉上的感受，想要感受一下这个作品带来的讯息。所以如果大家的手指干净的话，是可以轻轻的触碰作品，是可以的啊，在不破坏作品的情况下。
我觉得立体画它的好玩呢，就在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幅画。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的感受，也可以把你们的心得写在社交媒体tag我妞妞画廊 ，OK， 或者带更多朋友家人一起来参观。会到11月19号，还有一个月多的时间。那这次画展呢，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50幅作品啊，包括有鸵鸟蛋艺术、毛线画在后面，然后有麻绳画、抽象画、肖像画、自创的这个可爱字体啊、浮雕等等。当然还有包括很多失败的作品放在画室没有展出来给大家看，因为我在研究这个浮雕料的制作过程当中，有很多可能是自己不太满意或者是失败的一个元素，所以应该创作了不止50幅。最后呢，我想在此借这个机会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在我去年年尾决定要辞掉这个大学讲师的铁饭碗的时候呢，是你们支持我、鼓励我，让我坚持的继续走下去。我知道你们其实心里很担心，就是怕我担心我找不到吃但是呢，我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就是一定会遇到伯乐，那我相信你们就是我的伯乐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姐姐、妹妹，今天很多朋友来到现场，包括我的姐夫、我的丈夫，还有我的家婆。然后很抱歉，因为有时候因为忙于专注于创作，就skip 掉了一些家庭聚会了然后谢谢你们的包容，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我要感谢我的颜料赞助商 Sakura Color Malaysia， 代表安利和我们的建议。很多作品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闪闪发光的那些颜料，立体的都是那个 3D 的 SB Pen 日本的这个笔画出来的。我要感谢美术馆的义工菩萨们的协助，大家可以看到穿青色衣的站在左右两旁前后左右的，你们让我看到原来做义工也可以这么的专业，这么的有水准。我要感谢表演嘉宾菩提工作坊的歌手们，也是我的好姐妹们 Jun、慧金、启涵、雨轩，谢谢你们。感谢普门杂志的记者志龙，他的用心专访，每次读我都觉得很感动。大家可以等下到外面去请那个普门杂志结缘。然后我要感谢我的开幕嘉宾，也是影响我很深很深的一位舅舅古天发，是他给我的舅母也来到抽空出席，谢谢你们。也要感谢新任 FM 的财政伟杰。菩提工作坊坊长韦江美杰 Gary， 监狱红法会的女主席王副主席，还有邓秘书，谢谢你们。还有居然艺术协会的慧慧师姐代表，还有艺术家朋友们，我就不再一一的报念，谢谢大家的出席，还有很好的旧朋友、新朋友们，谢谢你们今天出席，见证了我人生蛮重要的一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刻，谢谢大家。谢谢许悦老师，我们请许悦留步。那接着大会将会进行的是开幕仪式，那么同时我们也恭请有恒法师及古天发艺术家一起前来到这个蓝色布条前。